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凯，欢迎来到我的第二频道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抽魔法石刻的封印。那在这次改版中，除了主要的专属卡夹之外，你往右边滑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卡夹让你抽。那这边有古币封印，对。那我们这次要抽的是刻，那刻的里面有什么，大家可以在我们画面中右边看到。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影片主题就是抽到大和系列大奖，其中一张就收手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总共要几抽才能抽得到。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直接为大家实测喽。那分别是第一抽，希望就可以收手了。那我觉得在这个卡夹中比较好的就是大和，还有玩具系列，在这个时候其实也有蛮好，在这个版本中其实也是蛮不错，对，因为这一次版本是那个妖精类回归嘛，对不对？那鲜红恩典也在前一阵子解放了，所以我也认为不错。那这一部分的雷卡呢，就是这个雷卡应该是埃及神吧，我想，对，就看你怎么想。但是我觉得这个科的里面东西都比较好一点点。另外一个的话就我们下部影片就会为大家抽了，好不好？现在第三抽还没有抽到大奖哎，我听说有人50抽他还抽不到，我个人是觉得有点扯啦。这张我好像没有又是一张新的，太好了。第四抽了，我希望可以10抽以内就抽到大奖，证明我们这个里面真的有放大和系列的，不然抽不到就尴尬了。多多我已经好几张了，不要再来了。第五抽，然后熊猫也有加倍，对，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抽熊猫的话也可以抽抽看。大和系列的评价我真的给的蛮高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大和的话是真的可以考虑把石头放在这里面的。可是它到底要几抽啊？这抽到了吗？还是我抽10抽就停手啊？第六抽了吗？啊，天哪，这个大卡池还是有一点点难抽到我自己觉得。第七，他会换卡夹，抽到了，大和系列，赞！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实测在这边告一段落啦。那真的抽得到大和系列的，所以大家也可以赶快去抽抽看这一次的魔法石封印哦。那我是玉凯，如果想要看到更多这种抽卡的实测影片的话，不用了，按下你的订阅按钮以及旁边的小铃铛。那么下次一有这种抽卡影片的话，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那祝大家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大和系列卡片。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了，大家拜拜。